圾分类从我做起，从我做起，我算是可回收还是不可回收？今天给大家带来全新的垃圾分类色号，小本本记起来，都是必考题。鹤顶红，四号消火，一听就知道是有害垃圾、废电池、电子产品、废油气筒、不要品、废旧灯管、杀虫剂、成绩不好的考卷。考卷不是。由专门部门收集，进行无害化、安全处理，把牙黄颜色纯正、天然去雕琢，烟蒂、破旧陶瓷品、尘处、一次性餐具、污染纸张。考卷不算污染纸张。收集后进行无害化、安全处理。格格兰？什么格格兰？格格不入。高贵典雅，清新的感觉像呼吸一样在全身毛孔自由出入。玻璃、牛奶盒、金属、塑料、可乐罐。考卷收集后进行回收再利用啊？回收成绩要怎么样？心情很焦虑。这个色号厉害了，骨骼内脏、菜梗、菜叶、果皮、果壳、残枝落叶、剩菜剩饭都是放在这里，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闻一下。这味道冷暖交织，收集后进行无害化、资源化处置。垃圾分类色号，记牢，记牢。